中国鱼港是台南市的第二大港，但是随着海洋渔业资源减少以及环境变迁的影响，面临着增收的问题。这嘛，让市府在这几年赶紧将中国鱼港转型为观光的鱼港。每双狗是离咱台南将军吼一个偏僻的小渔村呐吼。这个小渔村哦，咱拢所知影的吼，庄稼所在拢较无啥物发展啦。当然，近几年来市政府有对着咱每双狗鱼港吼。对着这个观光吼、来有做一寡帮助，咱尾山沟的观光前几冬是有愈来愈好啦吼、当然啦吼、好爱搁较好吼、希望而且即搭希望咱市政府吼、咱政府单位吼、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吼，拢会当即搁再来加强着对尾山沟的建设，会当互咱尾山沟这个小渔村吼。会当去，大家拢赚有钱，啊，会当去，互咱这少年家吼，拢会当去转来厝里陪着咱的四大人啦。除了从归鱼港之外，要带到渔村嘛，即个转型变观光，闹山地菜会，啊，搁有灯会等等。你这期间搁举办新春摸彩晚会，即厝慢慢啊拍开，要带到的知名度。咱今年吼，同款过年的灯会吼，嘛要来举办啦，吼。啊，初二，咱要送到李姓宫的摸彩，同款要来举办。100块的摸彩券，就有机会通去抽到汽车，吼、奖品有100多万，吼、而且要欢迎到咱所有的乡亲，吼、你会当利用这個新春的期间来尾山沟行村，吼、来咱李姓宫拜拜，来摸彩得大奖。中国鱼港有机会拍卖场，休闲海钓以及当地业者良心打造的特种行程，尾山沟有浓浓的渔村风情，真正是民众存着廉价的好去处。南台新闻台三将军采访报道。